Hello， 大家好，我是 T。中秋节快要到了，大家准备好放假了吗？说到中秋节，除了烤肉、赏月，当然也要和朋友、家人传讯息、聊聊天啦。中秋节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团圆的节日，大家会聚在一起，享受美食，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不过，每年都用一样的贴图，会不会有点无聊呢？今年就让 T 来帮大家更新一下贴图库吧。这次要介绍的是 LINE， 为了庆祝中秋节，特别推出的六款免费贴图，每一款都超级可爱又好用，不管是可爱的动物，还是搞笑的风格，通通都有。而且这些贴图全部都是免费下载的哦。想要在中秋节用满满的可爱贴图和朋友聊天吗？那就赶快跟着 T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必下载的贴图吧。Let's go！ 中秋节的时候，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朋友一起烤肉，享受美味的食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大家会准备各种美食，从烤肉、月饼到水果，应有尽有。当然，赏月也是中秋节的一大特色，大家会在月光下欣赏美丽的月亮，感受节日的氛围。这时候和朋友、家人传讯息、聊聊天，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呢？但是每年都用一样的贴图，会不会有点无聊呢？今年 LINE 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六款免费的中秋节贴图，让大家在传讯息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些贴图不仅可爱，还非常实用，无论是可爱的动物还是搞笑的风格，通通都有。而且这些贴图全部都是免费下载的哦。想要在中秋节用满满的可爱贴图和朋友聊天吗？那就赶快跟着 T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必下载的贴图吧。这次的六款贴图，每一款都充满了中秋节的元素，有可爱的兔子、月亮、灯笼等等。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搞笑的贴图，让你在聊天的时候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这些贴图不仅适合和朋友聊天，还可以用来和家人分享，让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馨。想要在中秋节用这些可爱的贴图和朋友、家人聊天吗？那就赶快打开 LINE， 下载这些免费的贴图吧。让我们一起在中秋节用这些可爱的贴图传递祝福和欢乐。Let's go！ 首先登场的第一款贴图是 LINE 购物和可可与小鲁一起推出的。大家平常应该都很常用 LINE 购物吧？这次 LINE 购物就和超可爱的可可与小鲁合作，要来融化大家的心啦。可可与小鲁是一对超可爱的狗狗好朋友。在这次的贴图中，可以看到他们一起烤肉、赏月、吃月饼。不管是中秋节快乐、烤肉喽，还是月饼好吃，各种中秋祝福语都帮你准备好了。而且这次的贴图走的是温馨可爱的风格，不管是传给长辈、朋友，还是男朋友、女朋友，都很适合哦。重点是这款贴图完全免费，而且下载期限到9月20号，可以用90天。想要把可可和小鲁带回家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喽！这次的合作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可可与小鲁的粉丝们一直都在期待他们的新作品。这次的贴图不仅仅是可爱，还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中秋节氛围。无论是和家人一起庆祝，还是和朋友们分享快乐，这些贴图都能增添不少乐趣。LINE 购物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提供用户最好的购物体验，这次的合作更是体现了他们对用户的关心和用心。透过这些可爱的贴图，用户可以在聊天中传递更多的情感和祝福，让每一次的对话都变得更加温馨和有趣。除了这次的贴图活动，LINE 购物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和活动等着大家去发掘。无论是日常购物还是节日特卖， LINE 购物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且使用 LINE 购物还能累积点数，兑换更多的优惠和礼品，真的是一举多得。所以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打开你的 LINE 购物，下载这款超可爱的可可与小鲁贴图，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吧。记得下载期限只有到9月20号，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哦。让我们一起在个中秋节用可可与小鲁的贴图传递更多的爱和祝福吧。第二款要介绍的是我爱安安宝宝实用贴图片，相信大家对安安宝宝一定都不陌生吧。那个圆圆的眼睛，肉肉的脸颊，真的超级可爱的啊。这次安安宝宝推出的中秋贴图走的是一个简单实用的风格，像是早安、晚安、谢谢、哈哈哈哈等等，各种平常会用到的句子通通都有，而且每一张贴图都有安安宝宝招牌的笑容，保证让你一早起来就充满活力。这款贴图的下载期限到10月2号，可以使用180天。喜欢安安宝宝的朋友们，赶快把这款实用又可爱的贴图带回家吧。第三款是由 LINE 礼物和阿兔合作推出的中秋限定贴图。阿兔是一只有着圆圆身体和无辜眼神的可爱兔子，这次和 LINE 礼物合作推出的贴图每一张都充满了中秋节的气氛，像是中秋节快乐、一起烤肉吧、赏月去等等，搭配阿兔各种可爱的表情和动作，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而且这次的贴图还有一些实用的问候语，像是你在哪里？回家了吗？要不要一起吃饭等等，不管是和家人、朋友还是男朋友、女朋友聊天都很适合哦。这款贴图的下载期限到10月3号，可以使用90天，喜欢阿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这次的合作不仅仅是推出贴图而已，还有许多有趣的活动和惊喜等着大家。 LINE 礼物和阿兔还特别设计了一些中秋节专属的互动游戏，让大家在使用贴图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中秋节的庆祝活动中。这些游戏不仅有趣，还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秋节的传统和文化。此外， LINE 礼物还推出了一些限量版的中秋节礼品，像是阿兔造型的月饼礼盒和中秋节专属的纪念品。这些礼品不仅精美，而且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大家可以通过 LINE 礼物平台进行预订，让这个中秋节变得更加特别和难忘。不仅如此， LINE 礼物还推出了一些特别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在购买中秋节礼品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折扣和福利。这些优惠活动包括满额赠礼、限时折扣和抽奖活动等等，让大家在购物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惊喜和快乐。总之，这次 LINE 礼物和阿兔的合作为大家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快乐，不仅有可爱的贴图，还有有趣的活动和精美的礼品，让大家在这个中秋节能够度过一个难忘的时光。喜欢阿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赶快去下载贴图参加活动，享受这个特别的中秋节吧。第四款要介绍的贴图是老子有钱和知名主持人曾国城以及活泼可爱的兰兰合作推出的。这款贴图主打的就是生活化，里面有很多我们平常讲话会用到的句子，像是真的假的、太夸张了、我快笑死了，这些句子搭配上曾国城和兰兰生动的表情，让你的聊天更加有趣。而且这款贴图可以使用180天，下载期限到10月10号。想要让你的聊天更有趣吗？那就赶快下载这款贴图吧。第五款贴图是由 LINE 酷卷推出的和你一起酷玩中秋节。这款贴图使用了许多可爱的插画，主题围绕在中秋节会出现的元素，像是月亮、兔子和月饼，里面也包含了很多节日祝福语，像是中秋节快乐、吃月饼喽、一起赏月吧，可爱又应景。而且这款贴图也可以使用180天，下载期限到10月10号。想要和亲朋好友传递中秋祝福吗？这款贴图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最后一款要介绍的贴图是由日本超人气插画角色 Anden 酱和可爱的 U2 一起推出的中秋节限定款。这款贴图结合了日本和台湾的中秋元素，可以看到 Anden 酱和 U2 一起赏月、吃月饼，
另外，这款贴图也包含了一些实用的日文和中文用语，像是谢谢、你好、辛苦了。不论是和日本朋友还是